天气热没胃口吃饭，试试这个凉粉，冰冰凉凉，酸辣开胃。一碗豌豆粉加一碗水搅拌融化，锅中倒四碗水，烧热后倒入豌豆粉浆，不停搅拌至浓稠冒泡，趁热倒入碗中，自然放凉凝固后取出，擦成小丝，淋入调好的料汁，冰冰凉凉，非常好吃。